军攻势很猛，已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，我三营伤亡过半，增援部队尚未到达。张副官，有，命令增援部队立即到位。是。田军区在什么地方？李副官，有，命令田军区马上把军火运到。是。赵县长在地方上。 的确是树大根深，郊游甚广啊。哪里？怎么快就把烟土运到手？兄弟，我实在是佩服佩服。惭愧惭愧，往后只要田军区官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兄弟院校犬马之劳啊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那么烟土？啊？哦，好说好说，包在我身上。 包在我身上，啊！我当然不会让二位白干他啊！另外，目前暂时很紧，军部抽不出多少兵力押送军火，主要公路都由日本人把守，还有劳二位派几个熟悉山间小路的弟兄帮忙一下。好说好说，支援抗战理所当然的嘛！啊！<笑><笑> 快点！嗯，妈的，说你呢，快点！这事得小心。县长、团总，嗯，前线战事正紧，交通堵塞，这趟苦差是万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县长和团总这么信得过我。 我郝三儿也绝不是孬种，你别大意，黄老飘那小子神出鬼没，现在他正在势头上，目前他们枪支子弹齐全，小心别让他丢了。嗯，这穷小子，早该宰了他。还是绕道走吧，避开蛮汉山，宁可耽误几天，也别出事儿。这批东西是副座易主席。 亲自批给陶城驻军的，要是出了事儿，就是严旅长能饶我，那副座义也是万万饶不了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日本人马上就要攻打陶城了。是，我明白。嗯。 拿着，县长。哎，拿着。<笑>拿着吧。哎。嗯。快喝吧，一会儿凉了。 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上路呢。好，凤丫。
走。哎，有情况，快快趴下趴下，把声控上来。没事了，出来吧。我说没人吗？吓我一跳。走走走，哎，有情况，哎呀哎呀，快趴下趴下，快，妈的，把马牵住，谁他妈丢了缰绳我先毙了他。老四老四，压着脖子往林子里撤，快快，王老飘，这是35军副队一军长亲自调拨给桃城驻军的军用物资，打日本的枪支弹药。哼，你胆敢动一个指头，你就是40000000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。大哥，甭跟小子啰嗦，依我看干脆宰了再说。郝三儿，我今天不是来报私仇的，谁是汉奸卖国贼，谁发国难财，看看货色就知道了。嗯，上。哎，住手！住手！哎，哎，我住手！住手！王老飘，你个穷小子，你别得意太早了，你破坏抗战。啊！放开他！就拿这个打日本吗？走。行不行啊？啊，队长。
报告，进来。旅长，军需驼队在蛮汉山东70里处被土匪黄老彪劫持，护送队长、西大庙民团分队长郝三儿只身逃到桃城报告。哼，胆敢抢劫抗日军火！李副官，哟，把一营从阵地上撤下来，围剿黄老彪。是。等等，旅长，一营不能撤，撤了左翼更孤立无援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依我之见，大敌当前，动员一切武装力量，一致抗日，才顺乎潮流。黄老飘劫持军火，也是为了抗日缺少枪支。黄老飘的队伍今天在桃城东面50里，袭击了我们的一个小队。如果不尽早的消灭黄老飘，就会打乱我们进攻桃城的计划。如果他在投靠严思鹏，那么他们互相增援就很难攻克。我们有5000人，几十门大炮可以一扫而平。干的！弟兄们，喝呀！来来来，来弟兄们，喝呀喝！喝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喝！吃吃吃，来来吃吃吃吃吃！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拿来！你们喝着，听大哥的，我来说两句。弟兄们，赵凤楼、刘大金想发国难财，这俩在军需物资里夹了大烟土，让咱们给劫了。今天早上咱们弟兄们干得漂亮，还打死了几个小鬼子，好好的庆贺庆贺呀！啊，对，弟兄们要痛痛快快的喝，大碗的喝酒，大块的吃肉，来上一顿畅销，干，干了，干干干！来来来，漂亮！来，划着，六六，八抬一个魁梧手，六个身材挺高的自己抬。二愣子，把咱们缴获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！来，弟兄们喝，来，再喝点儿。给我，我要用这日本刀去杀日本人。对对，你得告诉黄老飘，我们打日本皇军不记仇。让他快快地投降皇军。要做官嘛，皇军大大的给做。打桃城，你得明白，哎，当然明白，明白。来，小白头，唱上两句，助助兴嘛。来，起来，喝着。来着，来着，来着，弟兄们，快快喝。受热炕冻煮粥，嘿，你抽大烟，喝哈酒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嘿。大碗的喝啊！来来来，大哥，你干杯！来，年纪不老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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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哎，红果子，给你大哥喝一碗。不行，大哥不能喝一碗。就你心疼大哥是吧？没事，你别拉我，我没醉。别再喝了，喝嘛。好，喝喝喝喝喝，来来来，喝，再喝上两碗。来，放我扶大哥回屋里去。好，没醉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你弄开来吧，两碗。你小子，大哥，再一碗，站住！哎，回屋，回屋。来，快进来。别拉我。我还能喝，醉了，我没醉呀，我大哥没醉，好好歇着吧。哎，好好伺候大哥啊。来，大哥喝碗茶。喝一碗。喝碗茶，醒醒酒。我一定捡个大大的喜字儿。老飘哥，你要是娶了我，一定要好好的待我。哎，凤阳，你放心，我待你就像这天上的月亮，一点假都不沾。什么事儿？进来说吧。啊，少奶奶，那军需驼队在五道沟被劫了。那三爷呢？不知道，是五道沟掌柜的刚捎来的信呢。他在哪儿呢？啊，他在门外呢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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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干什么？不要不！站下！来来来，喝！祝您张兄！喝来！啊，我看看啊，新娘子漂亮！哎呦，什么好话？不好意思，这小伙子，多大点，多大点！别说了，怎么的？哎，大哥，大哥来了啊！大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哥，让我们看看，今天是你的大新郎日啊！哎呦，来来来，别闹，别闹，这新娘子可绷不住劲儿了。哎，快进去吧，都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快，快走啊！哎，快进屋去吧，快进去，快，快进去。
这两年过得好吗？好。自从拜了把子，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。咱们今天就算拜天地了。老飘哥，老飘哥，啊，我可以在这儿住几天吗？住下，你还是回去过你那少奶奶日子吧。我们今生今世无缘在一起，可我想伺候你几天，尽一点情分。你阿友，好吧，住几天吧。九一八事变，日本人侵占东北三省和上海，接着又侵占我华北大部。日本人所到之处，对我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现在大敌当前，国难当头，任何部队只要实行对日作战，我们就愿意一起紧密携手，共同抗日。
这一点请放心吧。我严思鹏是个军人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嘛。啊，严旅长爱国之心令人敬佩。目前日本人已在集结兵力，力图侵占贵军驻地桃城，进而侵占绥远。为配合贵军作战，我们在敌后运用游击战牵制敌人。感谢贵党贵军的精诚合作。啊，都是中国人，就不必客气了。表哥，表哥。啊。你要想吃油面，我给你搓。不用了，凤儿坐着呢。大哥也真是，对凤丫头那么客气干嘛？要是我呀，大可就由不得他了。放下，嫂子，放下，放下。不，我自己来吧。兄弟，我替你去挑。不不不。啊。你冷不淡。冷福泰，这手也是你摸的吗？不是。冷福泰，这手你就白摸了吗？啊，不能白摸。怪不得男人见了你骨头都酥了，是长得漂亮，红红的嘴唇，又黑又亮的眼睛，哟，瞧着脸儿多喜人呐，瞧这双手多白净啊，可干别的就不行了。哟，不高兴了，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如今日本人要打来了，国家眼看着就要亡了，光会做针线活怎么行啊？瞧，得会干这个。打几枪，试试。别害怕，拿着，看见没有？就打那小石头。手别抖，拿稳。好。看着。哼，真没出息，这年头光会勾引男人可不行。谁勾引男人了？壮，你倒是把火烧旺点儿啊！不好嘞。哎，你看凤丫，凤丫，要是郝三上山来接你，你跟他回去不？我看呐，跟司令算了。司令人仗义，有本事，又疼你。我看呐，敢打鬼子就是好人。嗨，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给男人做媳妇哪如给妇人做小？给妇人做小，还不如给强人做饭呢。瞧你说的。老飘哥，你要是娶了我，一定要好好的待我。你放心。我待你就像天上的月亮，一点假都不衬。你他妈真咬啊！
你出去。别，别介呀、啊！你看，这是留给你的呀，啊？这女人嫁不出去还不分给我，留着下蛋呢、啊！嘿，你的团丁这样明目张胆的吸食大烟，叫外面人看见，有损民团的声誉。嗨，不碍事儿，现在啊，谁还管那些事情？哼！县长，日军方面又托贾政业来催促，我们是不是？哎呀，贾政业已是汉奸。你千万不可与他过往甚密、啊、至于日本方面嘛，等等再说吧，看看日军攻打桃城的情况再定吧。那山田大佐提出的条件怎么办呢、啊、哼，接受那几项条件等于覆逆投降啊。说的这么难听干什么？我不过是为咱们西大庙几千户百姓着想啊，人家早就说了，只要接受人家那些条件，就保证咱们县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。你当你的县长，我还是民团司令，人家日本人够仗义的了。哎，假若如此，南面的桃城变成了水中孤岛，孤城无援，势在必失啊。嗨呀，你够死心眼的了，整个东三省都掰给人家了，咱们东边的热河省、察哈尔省也给了日本人，这芝麻粒大小的桃城算个屁呀、啊。再说那几箱子货要是叫副作义主席查出来。嗯。啊，贾大少爷。哟呵，刘三总进来可好啊。哎，我和你说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山田大佐那等着回话呢。放心放心，我刘大金效忠皇军绝不会变。只是请贾大少爷在皇军那儿多给美言几句，只要机会一到，我就。赵凤楼，你准备怎么处置这条老狗？他要是再三心二意，我就宰了他。这也是向山田大佐表示我的决心嘛。据郝三报告，西大庙县长赵凤楼和团总刘大金在军火箱内私加了大烟土，此事属实？郝三说，他们在五道沟大车店宿夜时，被黄老飘埋伏的眼线发现有记号的军火箱，才招致黄匪铤而走险，不计后果劫持军火。而且什么？而且和我军内部有勾结。嗯嗯。国难当头，生死存亡，多少将士捐躯沙场，血魂昭天。在日军即将进攻桃城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有些贼臣逆子胆敢在军需物资里夹带烟土，这比发国难财更为人所不齿。我严思鹏绝不能容忍这种民族的败类。严俊熙，哟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下午，哎，再拿点吃的来。哎，来了，吃吧。嗯，哎，阿童兄弟啊，你这次来是不是又动员我们参加你的共产党的游击队呀？啊，哎，老飘兄弟，这回你可猜错了。参不参加游击队，完全是自愿。只要打鬼子，我们就欢迎，我们就和他讲团结。那严思鹏、郝三这样的人呢？只要打鬼子，我们也要和他讲团结。
交朋友吗？哼，富泰兄弟，日本人侵占东北三省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任何一个有骨气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，都应该永远的抵抗日本人的侵略。所以，尽管严思鹏、郝三，只要他们打鬼子，就说明他们爱国，还有中国人的骨气。但是，交朋友归交朋友，可不能失去自主性，要小心提防。八头兄弟，你这话怎么说？因为咱们的关系太近乎了嘛。而且，你又劫了他们的军火和烟筒。出来！你们的钱交够了，就给我滚蛋！谢谢，听见没有？滚！快滚！共产党派人送来了情报，日军已在集结兵力，企图攻占我桃城。如果桃城一旦失守，绥远必将沦陷，所以，军长命令，死守桃城。旅长。我们可以趁敌人正在集结，立足未稳，主动出击。不行，总司令命令，对日作战只能实施攻势防御战。攻势防御战就是做出一种进攻的姿态进行防守，而不是主动出击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就会贻误战机。这我知道，可黄老飘一旦投了日本人，那我们将会腹背受敌的。黄老飘不会投靠日本人。就算他不投靠日本人，将来投了共产党，我们也是后患无穷啊。当然，现在如果能整编黄老飘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金团长，有，你马上命令郝三上山。可是，郝三的妻子被黄老飘抢去了。正是这样。才让他去。这么说，你还是黄老飘的少东家呢？冤家路窄，日本人就要攻打桃城了，一场恶战看着免不了了。严旅长，命令你把这封信立即送到满汉山。严旅长如此器重，我一定把事办好。我们主要是争取他为抗日尽点力量，共同抗日。如果他能投靠我们更好。我让他给严旅长回个信，怎么个打算，痛痛快快。这个穷小子，我早晚宰了他。国难当头，请郝连长还是以大局为重。是。郝三儿，你可一定要记住。好，干。点火！好，你小子有饭拉中，还敢到这儿来？别笑了。好啊，
就算我给你赔个不是，凤丫的事儿你还是问问他吧。让日本人打得吃不住劲了，想拉咱们弟兄下山给他垫背。名正言顺也好啊，弟兄们不能老这么熬着，不能再熬着了。说给咱们编个独立团，我看先把他应承下来。哼，我信不过这些人。怎么样？怎么，又要出去吗？外面风声很紧，不要四处乱跑了啊。我能去哪儿呢？除了你，谁还把我当个正经太太呀？怎么又要钱了？你不是不出去了吗？看戏去。连张戏票钱都不给吗？你可真是。你这怎么高了吧？拿来吧。哎，你不要乱花钱啦！瞧你，这是哪来的？贾正业托人送来的，非叫我带着试试看。你瞧，你就不知道羞耻吗？这种汉奸的东西你也用？哟，瞧你说的，就算贾正业投了日本人，这几样首饰莫非也成了汉奸了？戴个一天半天的就是卖国呀。你为外寇市容成绩不足。明天回去吧。桃三来了，我知道了。凤雅，这几天委屈你了。这就让我走吗？我让你逆反了吗？
你看你，想到哪儿去了？我一定啊，答应了郝三儿，他现在投了国军，当上了连长了，也打鬼子了。这事儿啊，就不能这么办了。政府承认了我，我要堂堂正正的下山打鬼子。娶了我，一定要好好的待我。你放心，我待你就像天上的月亮，一点假都不沾。贼性挺大嘞。嗯，旅长，我再上山一趟。好吧，你要见机行事。是。营团长，司令有请。卑职此次受严旅长委派，再次请黄司令加入国军，共同抗日。爱国之心，人人有之啊！承蒙严旅长这么抬举，本应立刻下山，但弟兄们这土枪土炮啊！那次贵部借用的军需枪支弹药，旅长已吩咐正式充作贵军的装备，并暂定为新编独立团。严旅长如此大度，兄弟愧领了。团长的任命书一次上边批复即可下达，在下一定不负政府厚望，愿效犬马之劳。请。要过鬼门关了。回去在旅长面前多给美言几句啊！一定一定啊！好，告辞了。兄弟临行仓促，这是不久前朋友从汉口给兄弟买的一块瑞士表，送给司令作为纪念吧。望笑纳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黄老飘受之有愧，多谢了。好，告辞了。
三爷，嗯，有件事我想对你说。以后你们别再和他作对了。谁？黄老飘。他们敢打日本鬼子也是好汉。住嘴！哎，你人过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啊，好嘞。伙子，你这忙乎什么呢？老飘哥，几点了？你坐着啊，快起来，起来，练练，练练。横是快晌午了吧？不错啊。来来来来，这样，过来过来，把咱们那个不能使的破枪都拾掇拾掇，好嘞，擦干净喽。过几天下山，咱们敲严四鹏几只好使的家伙啊！就这样，好。看看，三静，嗯，给我来两口啊。飘，我觉得这里有诈。不会的。诸葛亮大意失街亭。这样吧，你和果子留下来，以防突然的意外。嗯。黄伟作恶多端，滋扰地方，现在又与共产党打得火热，并且有加入游击队的迹象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抓住黄伟下山这个机会，一举全歼，为党国为地方除害。黄老飘已答应归附，如此出尔反尔，背信弃义。目前大敌当前，重兵压境，国人之间再互相残杀，如何抵御外侵之敌？这简直是……张团长之意确实欠妥，这种失信失义之举有损我旅的声誉。卑职不敢苟同。我认为这次以改编为诱饵，正是歼灭黄匪，剪除后患，安抚地方，为我旅增添光辉业绩之举，为国为民才是最大的信义。猎人绝不会只用猎枪。我认为保护地方的安宁是我们军人的天职，用这种办法来诱杀，未免太不光彩了吧。只有消灭黄老飘，为民除害，保护地方安全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我认为采取这种行动的话，大局更不好收拾。没有什么不好收拾，完全可以收拾，完全可以，完全可以。别吵了。旅长，既然如此，卑职请求到前线杀敌。胡来，坐下。日军包围圈正在形成，接收黄老飘就会加强抗日的力量，否则会使桃城孤立无援，终将被日军所破。放肆！黄匪盘踞山寨多年，无恶不作，实属十恶不赦。况且又在大敌压境之际公然抢劫抗日军火，更是无法容忍。同时，黄老飘和共产党游击队关系密切，他一旦投靠了他们，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杀掉他，无异于放虎归山。但是我既然请他接受整编，就要以诚相待，不能不讲信义。大哥，我能混上个少校营长当当吗？啊，我跟严旅长说一说，啊，不成问题。哎，如果福泰哥能当上营长，给咱们找个嫂子也就容易了啊。那感情好。旅长，您能够不计前嫌，今日又亲自接黄老彪下山，此举让人感动。如果黄老彪他再不为之所动，实在是无可救药了。当前正是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，应以大局为重，以党国的利益为重。
哈哈哈哈哈！这下可好，咱们也当了国君了。是啊，有吃有穿的，没错，咱都人家那身衣服，咱俩就是。走走走，哎，你小子穿上国君的衣裳啊，那是什么劲头？大哥，走走走，往前走。你先来个排长当的怎么样？就是，人家在那边接咱们了，你看看多好。哎，人还不少啊，穿上国君的衣服多神气啊！啊。严四鹏，没想到你背信弃义，不讲信用。黄老票，你劫持军火，破坏抗战，且多年盘踞山寨，扰乱地方的安宁，不除你黄匪，国无宁日。大哥，跟这些王八蛋没什么好说的，拼了！心毒手狠，不讲信义，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放肆！严四鹏、景彦春，我和你没完！苏州，嘿，你出大烟，落下酒。Mm-hmm.
严四鹏、景延春，我和你没完！严四鹏，我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告诉你吧，黄老飘已经死了。嗯，站住！你给我回去，回去！闪开，让我走。你敢？黄老飘是打日本的英雄，可却死在你们这帮无情义、没良心的强盗手里。你、凤丫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我错了，凤丫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凤丫，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，凤丫，你说话呀，我求求你了，我错了。什么事？旅长命令你马上到指挥所。知道了。凤丫，你别走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来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办法？只有投靠日本人。你怎么还愣着？
要是再不答复，日本人就要开炮了。啊！哎呦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咱们逃走吧，哎，逃走，走开！哼，逃走！这四面八方可都是日本人，镇上的国军还不足一个营，七拼八凑的三四百号的人，你以为那坟头似的碉堡能挡住人家吗？哼！镇上的商号、店铺老板和掌柜的，在大门口等着你拿主意呢。你可说话呀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都啥时候了，县长还在犹豫啊？是啊，那日本鬼子的炮弹，那可没长眼睛，要是打进来，我们全城的人……我说咱们别等县长了，能逃命的就赶紧逃命，能躲就躲起来，我可先逃了。哎，我看也是，就是好啊。凤丫，你怎么了？凤丫，快！你说什么？快！快！快去救老飘哥！老飘哥，他怎么了？啊！凤丫，凤丫！我只服从政府的命令。哼，还他妈政府？你上哪儿找政府去？快投降吧！你打得过人家吗？啊，你……哎，我是中国人，是炎黄子孙。别他妈啰嗦了！一句话，投不投降？嗯？日军田中龙吉部大约四千人，也向桃城东西两边逼近。距我桃城只有四十里。西大庙呢？西大庙民团司令刘大金打死县长赵凤楼，率部叛变，已投降了日军。我们成了座孤城了。报告，日军送来最后通牒。队长，拉出去毙了。走，八个鸭路。走，队长，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啊！哼，不斩来使，九一八事变，他们派来使了吗？南京屠杀，他们派来使了吗？在中国的土地上下什么最后通牒，欺人太甚！我严思鹏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但是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却全在。鬼子攻打桃城了，妈的，小小的东洋鬼子把咱们这么大的中国欺负成什么样子？
司令，这是皇军为了祭奠你手下死去的弟兄安排的，你可以亲自处死他们。贾正一，你得去守。嗨，你们都听着，你们谁要是能杀死一个坑里的战俘，皇军就饶了谁。嗯，你出来！
的投降，不投降的撕拉撕拉的。哎，你看那是谁？凤雅，咱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捡个大大的喜字儿。老飘哥，你要是娶了我，一定要好好的待我。哎，凤雅，你放心，我待你就像这天上的月亮，一点假都不掺。炮兵给我轰！嗨，小金，小金，知道我和严思鹏有血海深仇，我恨不得一刀捅了他，可你们却让我去救他，去增援陶城。严思鹏欺骗了你，残害了你几百兄弟，这我知道，但是哪一个穷人不与这帮国民党有仇呢？可是，陶城危在旦夕。日本人一旦攻下陶城，
最远必将失守。那时，全省几百万同胞，就像东三省的同胞那样，沦为亡国奴。去吧。是。命令马上出击，马上出击。报告，左翼吃紧，叫他们给我顶住。那我们的仇就不报了吧，福太哥、凤雅嫂子就这么白死了。诸位兄弟，国难当头，大局为重。
你！好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哎。